大家好，我是骆驼母嘉豪，我陈龟子君。哎，各位炫家应该有看到前阵子宝可梦卡牌四天王决胜赛的赛事资讯吧？比赛即将在7月23以及7月24举办哦，耶！没错，那这部影片呢，就是来带各位炫家复习这一次宝可梦卡牌四天王决胜赛的赛制，以及公布最重要的参赛特点卡。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首先呢，本次的宝可梦卡牌四天王决胜赛将在南台湾的高雄展览馆北馆举办，日期是7月23以及7月24，分成 Day 1以及 Day 2哦。所有玩家将进行12轮的预赛，分别是 Day 1的4轮限开赛、4轮开放赛，以及 Day 2的4轮标准赛。那12轮预赛结束之后呢？战绩前12名的训练家将可与现役的宝可梦卡牌四天王一同参与 Day 2的决赛。那 Day 2的决赛将采取2轮5战3胜制的比赛，第一盘为限开赛，第二盘为开放赛，第三盘则是为标准赛。那如果有需要达到第4盘或第5盘的话呢，则由上一盘落败的玩家选择比赛的赛制。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除了第一盘的对战之外，皆由上一盘输掉的玩家选择接下来这一盘的先后攻，而最终获得4强的训练家就会是我们这一次第二届全新的宝可梦卡牌四天王了哦。哇，我觉得这次赛事很酷哎，不但融合了限开以及开放，还有标准的赛制。那这边特别提醒一下，限开赛的部分使用15包扩充包构筑一副40张卡牌的牌组，并且采取4张奖赏卡的规则。使用的系列可以由玩家自选摩天巅峰、苍空烈流，或者是汇流艺术、星星诞生，甚至是时间观察者以及空间魔术师任一个系列哦。哇，这样的话是能考验玩家对环境的理解以及构筑的概念呢。真的有点难度欸。那开放赛呢，以及标准赛都是采取60张牌组以及6张奖赏卡的规则，所以想要参加的训练家们要好好加油，好好准备啦。那至于要怎么获得四天王决胜赛的资格呢？除了在之前台湾冠军赛的外围赛可以获得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可以获取资格的方式哦。是什么呢？那就是参加我们在各道馆店家于6月20到7月17连续4周举办的道馆赛，满16人以上的冠军，满32人以上的冠亚军可以被邀请参与此活动。哇，而且是标准环境的道馆赛以及开放环境的道馆赛都会有资格哎，那各位炫家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部分去选择初赛的赛制哦。哎，那这边就要画一下重点啦。本次宝可梦卡牌四天王决胜赛不开放公开抽签，所以各位训练家呢要好好把握住每一次的道馆资格赛，尽全力去获得决胜赛的资格吧。那在这边先帮各位训练家加油一下。OK， 讲了那么多，进入到我们的重头戏吧，就是这次参赛的参赛奖品啦。首先，这次四天王决胜赛的16强的玩家可以获得下一届四天王决胜赛的参赛资格。那16强的玩家可以获得最新的扩充包2盒，打奖的玩家则是4盒哦。至于打进4强的玩家呢，除了可以获得宝可梦卡牌四天王的称号外，还可以获得下一届宝可梦卡牌四天王决胜赛的交通以及住宿赞助，当然还有最新的扩充包4盒，还有最最最最重要就是我们宝可梦卡牌四天王的限定牌垫1张。哇，这个称号跟牌垫真的太帅了啦！新的四天王诞生后，我一定要找机会跟他们合作一下。好，那复习完了优胜奖品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就要马上来公布我们这一次宝可梦卡牌四天王决胜赛的参赛特点卡，就是我们的马纳菲。噔噔，哎呦，是可爱的马纳菲耶！卡片的右方有宝可梦卡牌四天王决胜赛的 logo， 哎，这个太有纪念价值了吧？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它的招式哦。第一招引流，一颗水能量，查看对手的手牌，从其中选择最多2张基础宝可梦卡放置于对手的备战区。第二招水子弹，一水一无，造成40点伤害，对手的一只备战宝可梦也受到20点伤害。哇，它的第一招也太酷了吧！可以把对手手上扣着不想下到备战区的宝可梦给抓下来。要是如果我抓到叉子布 V 或是霓虹 UV， 哇，那肯定就赚翻了。哎，这张卡让我想到大嘴娃 GX， 哎，真的。而且哦，只要是参加这次决胜赛的所有训练家都可以把这张可爱的马纳菲带回家哦。不过说到可爱，这边还有3张特点卡要介绍给各位训练家哦。噔噔，那就是特别卡图的月亮伊布 V、太阳伊布 V 以及仙子伊布 V。哇，太可爱了吧！除了是特别卡图之外，也都有印上我们这次宝可梦卡牌四天王决胜赛的 logo。这肯定要跟马纳菲一起收藏起来吧？哎，你别高兴得太早，其实这3张特点卡取得的挑战性蛮高的哦。月亮伊布 V 要在限开赛获得3胜以上的训练家才可以取得，至于太阳伊布 V 则是要在开放赛制获得3胜以上的炫家才能够取得，仙子伊布 V 就是标准赛制获得3胜以上的炫家才能取得啊！哇，想获得这3张特点卡，真的要好好努力一下了。那在7月23当天的现场也会有外围赛的活动哦。那早上10点开始呢，我们的主播赛品呢会在现场轮流接受各位的挑战。没错，带着自己最强的套牌跟你最
喜欢的 YouTuber 进行一场三张奖赏卡的对战吧。只要挑战成功，就可以获得一包最新系列的扩充包。哎，是不是很期待呢？哎，我们可是不会轻易放水的。OK， 那以上差不多就是这一次宝可梦卡牌四天王决胜赛的赛制讲解以及特点卡的介绍。那关于详细的比赛办法，我们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学员家可以直接前往查看。哇，那我们就一起期待第二届宝可梦卡牌四天王的诞生吧。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喽，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后面的上片通知。我是骆驼母家豪，我是耿贵子君，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